玩，因为我之前在网上也见过，但是我看人家就可能就十来个，然后我就想着，哎，我们家奶粉罐不是那么多嘛，完了之后我就想，哎，那我就自己做长一点，因为三个宝宝嘛。想法然后思路去做这个车出来嘛，那个轮子是塑料的，矿泉水盖的话都可以做得出来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放奶瓶的载板，然后就把奶做好之后就把那个奶瓶放在上面，用那个橡皮筋绑上去就可以了。所以就是从宝宝出生的时候就开始一直宠，然后要长大的话给他们看，一个月的话你得花六七千，那时候三个小家伙的话一天一瓶。那肯定很开心的，他还不给别人做呢，就是他们三个做完之后，其他小朋友的话他们都喜欢跟在后面玩嘛。孩子大了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，所以说你可能手工做的那些东西吧，他可能后面会不一定会喜欢，但是我也会坚持，就是说如果看到一些新鲜的事物的话，我自己能做的话我会就自己做出来给大家看。